又是美好的夏天了。夏天的意思就是要去海边、去泳池，就是玩水，为了留下自己青春，让自己身材变更好的泳装，当然也是必备。好了，去年我就开过 Airspace 的东西，开箱过他们不少泳衣，大家应该都有看到，没看到自己先去看链接，好不好？他们的泳衣非常的厉害，就是有被誉为乔乃级神器，帮你罩杯三级跳的概念。为什么现在又要来开箱？因为它又有新的东西出来，三专利就是列在旁边。真的感觉到他们非常用心，就是在做这系列。重点是第一个可以让身材看起来更好，第二个价格非常的可爱， CP 值非常高，可以买很多来拍很美的网美照，这是重点。其实我觉得我不需要选到这么多，但是真的就是选的时候忍不住就会多选几款，用力的把它挑选掉，但是还是这么多，对吧？箱子就不说了，因为去年就知道他们箱子就很漂亮了，包装就是透彩的，很美。重点就是今年的心得，穿起来如何，看有什么不同的感觉，就是默默会期待一下，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很用心啊，自己选的自己就知道，但是拿出来还是忍不住觉得哇好美哦，好想赶快穿上去的那种感觉。大部分就是上下身是可以分开买的，来来来，有没有？那总之我先全部打开，我是尽量选大部分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先来替大家试。 OK， 它这个不算是一套的，款式不同，今年新的这一款黑色裤子也是今年新的，这样就还蛮明显，黑色跟深灰色很美。最基本的重点就是直滑嘛，字体上面就本身就是直滑，新的重点就是侧边厚的，往中间推，帮你们 up up 再 up。 上胸有肉的人要拿大一个，希望上胸看起来非常有肉，挑小一个罩杯，它的厚度有没有就是非常的帮你集中，没有绑的状态，还没有把它托起，侧边这样绑起来的话有没有就像他们说的三级跳的那种感觉，整个超明显的。附这个视频，看你要不要用上，稍微用个比较尖锐的利器把它抵住，然后这样塞进去就非常好放，它就变成好像有点系带的感觉。一般就是拉一条线而已，但是它是两条线，就不会好像只拉一条很勒的感觉，两条这边帮你固定着。好，下半身另搭的，它其实是深灰色，黑色的搭在里面，有点透出来，那个型也很好看，放在这个地方也很好看。来，我们跟去年的比看看，去年它就是属于下缘较厚，可以将下方的肉往上拖，当然你旁边的肉呢也是稍微可以过来，因为它这边还是有一点的，就是正常尺寸去拿就对了。今年新的这一种集中款呢，它是整个真的是帮你的肉就是往这边往上推，往上推，往中间，往中间的那种感觉。总之一个就是帮你集中，然后一个是下往上推，这就是最基本款的，颜色非常的好看，嫩橘，橘就是本来今年必备，肤色会更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去年这个就有七个颜色，今年呢就是多了六个颜色，这个就是其中一个，这颜色叫蜜瓜橙，荧光蜜瓜的感觉，就像去年一样有肤色，可以换自己喜欢的感觉，视频可以挑，就蛮可爱的颜色啦，我觉得。一多穿，多位款式，彩渲染的感觉，今年必备，自己可以调整，很好看。快速示范给大家看，这是其中一种，胸看起来非常饱满，一般是这样，拉紧，超升级的感觉。这个颜色实穿感我确实非常喜欢，真的很好看，有点炫彩的印花染，超美的。去年这个就是有五个颜色，然后今年呢多出六个颜色，我选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。拿下，这是一种，再来这样，这也是一种。这个也是今年的，不同的五金元素跟设计放在里面，整体起来就会很有质感，配上这样子的套色，我觉得穿上身一定非常的亮眼，肤色也非常的漂亮。这一款也是属于下往上推的部分，这个也是他们今年的，就是高腰款，不一样的感觉，这样子上面就是比较性感一点，就想说来个高腰款试看看好了，先穿给你看。我可怜的过敏肌，好算了，反正很好看，这个果然放上来非常的好看，裤子不绑还蛮美的，穿不用太紧的感觉，然后这线条也还蛮漂亮的，后面嘛又包到臀的，好喜欢。这件泳衣这样搭，我觉得蛮美的耶，
knows how to find us. It's turning out to be a perfect day.这也是他们今年的新款，很用心开发呢。现在连身款真的也是属于必备收藏的，像这样鞋材切的，我觉得就是很好看，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就是很想要。琥珀装饰今年流行款的那种感觉，这边也是时髦。为什么要选橘色？橘色就是今年必备的东西啊，从去年到今年，然后明年橘色一直也都是会有的东西啊，买啊。琥珀环单肩希腊女神风，很有时尚感的一款。如果说你想要很明显的话，里面穿个 new bra 吧，很薄的那种 new bra 是 OK 的。但我现在是没有穿 new bra 啦，所以就是可能要瞧一下腰线感，是还蛮漂亮的。这也是今年的哦，动物纹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穿起来肤色应该也会非常漂亮，而且有耐看，然后又很有个性。有没有？下面是厚的 ，OK， 它是可以拆掉的那种，就是一套的。据说最少有八种穿法的一件泳装。第一种绑蝴蝶结，非常大的蝴蝶结，两个就是这样，较短的，有点可爱啦，绑起来，不同风格。好，袋子拿掉，再来，袋子拿来卷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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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卷，一个设计这样，最简单的，这样也很好看，往上拉，感觉也不同，绑起来，再来我们就往下咯，松绑就是自然路线的，它就是有很多穿法，我觉得就是真的不错。这本来是没有在计划之内的，绑起来这样也是一种。今天晚上也很漂亮。比较新的花色，这个荷叶设计呢就是很浪漫嘛，热带植物我觉得必备，这样配起来我觉得肤色也会非常的好看。交叉的那种穿搭法，小裤裤好看安全的款式，屁屁翘起来的那种小设计，小皱褶，彩霞的那种感觉，热带丛林的印花，不同风情的感觉哦，比我想的还漂亮哎，穿上去就有一种又是海又是风的感觉，人也整个亮起来，很美，必收，赞美。往旁边遮一点，这样，侧面很饱满，好，自拍的感觉很漂亮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放后面的话，这样，很小翅膀的感觉在这边。有附一个腰间饰带，穿过来，好，基本上这就一种嘛，再来就是肉肉肉，绑太紧就会绑肉粽的感觉啦，松松的绑会有一些手感，往上绑也是不用绑紧，因为它已经帮你拉提了，然后就会让你整个 up 起来，不会就是让你的胸好像肉被勒得很紧的感觉，拉到后面然后再往前拉，就是时装感的感觉就对了。嗯，这真的是很好看。今年很多到这边或是到这边的衣服套上格，就比如说牛仔裤或是裙子，直接套上偏高腰的，后面看这个真的是很可爱，就西装外套套上就 perfect， 像出门完全很好啊，西装外套正点耶，今年就是一定要有那种西装那种感觉，这有蓝色跟黄色，非常夏天，很可爱，牛仔裤也很好看，就是高腰的，太好看了，就是不一样的时尚感。在肯定上班的冬天就是肯定上班是吧？好喽，你们自己去逛喽，这么好看。好，这个呢有抽奖。抽奖办法在下面，自己看，就这样。
专注于你的 freestyle 吧。